现在是早上7点，只有一件事情会让我起这么早。走啦！今天有拍摄，这是今天化妆师给我拍的工作照，这是今天梅老板给我拍的工作照，气得我都不想更新了。现在已经下午3点了，感觉今天已经不可能再拍到素材出来跟了。看着我干嘛？你也已经拍过了，今天没法再拍你了，怎么办？或者从今天开始就停止日更。我再问问亮亮。我去问一下梅老板的意见哦，看可不可以不跟。你说我今天跟不跟啊？不用吧，你要是没有东西就不用跟了。那你觉得跟5天算是一个周期吗？你再说一次。你觉得5天算是一个周期吗？周期？什么周期？算吧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你觉得今天我要是不跟，我应该说什么呢？你发自拍吧。这张。好。好看吗？好看。那我配什么文案呢？随便。那我就配一个下班了。下什么班？就是日更结束啊。谁会听得懂啊？那我发什么？好吧，你就这样吧，这样就是隐晦的说出日更结束。既然大家都说可以不更了，那我就偏要更。好吧好吧，那我还是发吧。发什么？就发这个呀，我现在录的你。我，嗯？嗯？